这个非常辣，然后脸蛋又非常甜美，这个日本的女大生娜娜茶也是很香的照片，非常香。凯，一知道娜娜茶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了。对，她其实呢在 TikTok 拥有非常多的粉丝，将近百万粉丝哦。那她日常的时候呢，就会分享这样子非常清凉的照片，所以呢相信一定是男粉丝比较多啦。他最近呢 PO 了一个影片，只有7秒钟，他呢7秒钟里面他就说他的脚被卡住了，谁可以来救救我。但这7秒钟的影片呢就让网友暴动咯。抜けない、抜けない、助けてください。娜娜茶16日在 IG 上发文表示，她一时贪玩脚被栏杆卡住了，然后并且说谁可以帮帮我。那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她身穿着白色条纹的连身衣，并且呢将包包的肩带卡在胸口中间，于是呢凸显出她非常火辣的曲线。但她呢无暇面对镜头，只能不停地晃动栏杆向拍摄者求助。那许多网友看完后纷纷直呼说让我来帮忙，声音太俏皮了吧。还有人说我想要当那个栏杆。那时候呢娜娜茶在 TikTok 补上了成功脱困的影片，并且呢在镜头前面露出一抹得意微笑，再度让粉丝沦陷。哇，又是一个非常香的画面啦。可以看到这名正妹她是在做捷运，但是呢她身上是被淋湿了，这个白色衬衫呢已经透出了里面的内衣了。那究竟这个正妹是谁呢？现在也被挖出来咯。身穿着白色紧身的短袖衬衫、黑色小短裙，这名女子呢就被揭晓是抖音的网红绅士龙虾。她拥有69.64万的粉丝，常常上传搞笑或是热舞影片，相当的受到欢迎。那这个绅士龙虾呢，当天也透过 IG 发文贴文说：“今日公事，天哪，不要下雨啊！我好像很少穿衬衫呢，全身的打扮完全呢就跟网络上的相符，也就证实说她就是本人。”养眼的来了，这名正妹呢，她是一个警察正妹。那她之前呢是在高雄执行那个勤务的时候，被她发现，哇，怎么会有个这么漂亮的警察？啊、而且就算她戴的口罩，依旧呢是挡不住她这个清纯的这个一个效果。那另外呢，大家还发现说，她不止长得很漂亮，她的脚也是超直超美的，就拥有黄金比例，好羡慕哦。那我们 ET Today 呢，现在找到这名正妹喽，看一下没有戴口罩，她超级美的，水汪汪的大眼，然后还有樱桃小嘴，没错，连女生都非常羡慕。那后来发现呢，原来她是铁路警察局的看板女警，只要你有经过火车站，就已经有看过她哦。就是因为我们铁路警察要就是宣导，就是大家不要闯平交道嘛，因为很危险，所以我们警察局就拍这种宣传，然后警惕大家就是经过平交道的时候就是要停看停。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背后的那个看板，那个是谁啊？哦，那个是我。这个是你啊？对。这什么时候拍的啊？大概7月的时候。当时候为什么拍这个？哦，好像是因为换制服的关系，就是就重拍，就这样。我看到有人说想被逮捕啦，每次就是都会有类似的网友非常可爱的留言。没错，好，下一个呢，让网友也暴动了。这是不是警察？是在这个卖鹅肉的，对，它真的是街边最美的风景哎。对，可以看一下，我来，我挡到他了，你看。姣好的身材，你想看看去买鹅肉的时候，然后穿的这样这么清凉、这么辣的一个正妹，然后再帮你切鹅肉是什么感觉？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吧？对，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去看鹅肉，是去看正妹的。没错。对，那这个鹅肉妹呢，她其实在中立的一家鹅肉店，也有许多网友特别呢是前来朝圣。近几日在网络上流传一段美女剁鹅肉的影片。画面中一名面容姣好、身材火辣的女子在砧板前处理鹅肉，影片在网络上引发争议。而该名女子身份曝光，其实是桃园吉祥鹅肉西施郑芳婷。带大家看非常养眼的画面，看得出来这是谁吗？这是鸡排妹郑嘉纯。凯颖，你有没有觉得乍看之下觉得她好像全裸啊？对，这个身材非常的火辣，好羡慕哦。她其实呢是在拍她的新商品，叫做肉胎衣。但是你可以看一下，她这样子真的是完全没有赘肉的人才有办法穿上去的。对，而且其实远远看起来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。对，不晓得大家觉得这样子好看吗？因为呢很多人觉得很好看，但是有酸民觉得说这样其实蛮丑的。
曾家纯在脸书上分享穿着肉胎衣拍摄商品照的影片花絮，只见他穿着肉胎衣，全身曲线一览无遗，也因为非常贴身，如果有点赘肉就会非常的明显。为了拍这套超严格的服装，拍之前呢，他是每天捏肚子，看有没有肉可以捏得起来，果然锻炼出匀称的身材，完美驾驭了这套衣服。他说今年没有新恋情，幸福肥，自律控管体态中。不过这件肉胎衣呢，却被不少酸民呢讽刺太丑了，留言呢写说之前没有注意到原来是五五身，真的完全不美，创意点在哪里？也有人说感觉好短身，四肢都好短。对此呢，郑嘉纯也反击咯，他说我觉得对肉胎衣没有幽默感的人生活应该都过得很紧绷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不是你们的谁，任何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，如果你在意，那真的会让人生更辛苦。接下来凯伊尔带你看一下这张照片，同样是长发的女子，对，可是呢她的亮点其实不在她的头发，在她的穿着，你可以看到已经快要包不住她性感的穿着了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泰国清迈有一名这个正妹，她叫做小橄榄，她在网络上爆红的原因是因为呢她在街头贩卖这个日式蛋卷，那穿着非常的清凉诱人，她上半身呢只穿了一个橘色的罩衫，那胸前就是非常好的身材呢就是大方的露给大家看，那这招呢果然吸引了非常多的顾客上门哦，但大家来买的这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呢全部都是在他的装扮上面，那个客人非常非常的多，就据传说其他摊贩好像也要开始仿效这样子的做法了，所以呢就引起相关的机构关注，那当局就向他表示说在工作期间要慎选服装啊，那现在呢他就是多穿上了一件围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则很香的新闻。哇，最喜欢看很香的新闻了。没错，这是一名网红，他叫做郭鬼鬼。29号的时候，他在网络上踢爆这个捷运正妹图的背后真相。只见郭鬼鬼在捷运上穿着火辣的爆乳装，一脸若无其事的看向前方，而拍摄视角就像是被路人偷拍一样。但是从那一张照片来看，就可以发现他是用右脚架着手机在自拍，而郭鬼鬼也在文中调皮的写出仿佛是新闻标题的字句，像是千年一遇搭捷运，今见狙击血乳弹出，衬衫炸裂白嫩巨胸全泄。而这张照片曝光之后，也笑翻不少网友。就是有网友最近就是在脸书上分享有一个咖啡店的女店员，她的身材非常的不错哦。那这个网友在网络上分享的时候，她还说那一壶的咖啡喝起来好像特别香。网友发现这名女店员就是 F 奶网红青青，而青青昨天也在 IG 的限时动态发文提到，好多网友私讯我说我的照片被放在社团里面，欢迎大家来店里面让我服务你吧。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最后还引来青青的死对头网红啾啾留言，表示说唯都穿这样干脆不要穿，说她非常的假掰。而青青跟啾啾其实两个人原本是好朋友，却在今年6月的时候闹翻了，两个人在 IG 的限时动态发文互呛比对方是被包养或者是卖化学方块等。好，我刚刚有网友很好哎，他人好好，他说我觉得两位主播比较美，谢谢。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身材，对，我们有别的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也是引起非常热议的哦，也是非常漂亮的啦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。好，他是人气辣模，他有这个天使脸孔跟魔鬼身材，而且呢他也非常的就是不吝啬的露出他非常好的身材，那经常会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生活点滴。那他近日施打这个 BNT 疫苗之后，就陆续晒出接种后的辣照，那期间呢一度无奈的苦叹说我的肚子好像越变越大。不过呢这个性感的画面让大批的网友都歪楼了，根本没有人在管他什么肚子越来越大，只是呢都爱看他这个非常好的身材，也掀起了不小的讨论度。